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Lovin Patient Katie，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2013至2014年款嘅 Medium Size Boy Chanel。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墨绿色嘅颜色嚟嘅，佢个链同埋金属扣嘅位置咧，亦都系专登做咗一个氧化嘅款啦。咁呢一个咧花纹上面嘅咧系一啲好似毛衣咁样嘅花纹，系一啲麻花嘅柳纹嚟嘅。打开里面啦，入面内笼嘅设计咧，其实咧都系一个绿色嚟嘅。咁呢一啲咧就系一个尼龙嘅质地啦。咁呢一度咧有一格少少嘅暗格。咁成个袋咧后面嘅花纹咧呢？度咧都系连住系对称嘅，如果你都对呢个手带兴趣嘅话咧，就可以留意翻下面影片简介噶啦。